首都。印度共和国简称印度，位于南亚，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。德里是印度重要的城市，也几乎是去印度绕不开的城市。德里包含旧德里和新德里。旧德里有很多莫卧儿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，代表着过去。新德里则是印度的首都，代表着印度的现在。印度门是德里的标志性建筑，它也被认为是新旧德里的分界。印度门以南是新德里，以北是旧德里。新德里是全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也是印度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。新德里的中心是建立在山丘之上的总统府。新德里也不尽然都是现代气息，同样也点缀着古老的色彩，有不少各种风格的寺庙，甚至还有几百年前的遗迹。